Thank you.
Thank you.
보이는
没啥，跟当初的时候看见半夜去学，真的就是那种感觉，越走越喜欢。这些地方还是说的挺清楚的。咱说到这个，我似乎感觉跟当初就太喜欢的很简单。你是这样的是吧？咱是的，我现在没有这个感觉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更积极的，跟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，是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对我们长期都深得我们都是有道理，也高深的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信仰。这个问题怎么用的不相信的，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